陈婷妮爱情长跑8年，去年初突然宣布求婚成功，让大批粉丝惊喜不已，也纷纷为两人献上祝福。不过两人对恋情都相当低调，很少主动放闪。近日两人到日本旅游，陈婷妮就晒出多张旅游照，之间有多张街景照以及自拍照，而其中一张就藏着胡宇威的身影。胡宇威正在马路对面举着相机，看起来在帮陈婷妮拍照。这一幕就被陈婷妮拍下满满幸福氛围的画面，让众多粉丝都被闪瞎。而胡宇威也亲自回复满意，许多人看了都纷纷留言甜死人啦，想看图四胡先生镜头下的妮妮，好喜欢看你们放闪，要一直幸福啊。you